首《一条日光大道》就是音乐诗人、作曲大师李泰祥的经典名曲，由他的子女以及入门弟子共同演唱，格外动人。连同他朗朗上口的《橄榄树》等好歌，都将在台中花都艺术季星光音乐会上经典重现。我们邀请万芳、徐锦存、李健夫当年著名的歌手一起参与这场的演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会有多媒体，包括李老师的生平纪录片以及他拍过的电影。星空音乐会将以李泰祥的浪漫情怀为主轴，曲目更囊括他所创作过的电影配乐、地方民族歌曲等不同类型的音乐。我们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李泰祥老师的公子跟女公子啊，会来演唱，甚至呢他的媳妇啊是李泰祥的传承，也希望能借由这样子来举办这种音乐会的盛事，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。李泰祥辞世两年多，但作品仍然让人回味。这场音乐会将以音符佐影像，趁着星空带领民众重回大师的美好音乐国度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